现在是晚上的9:15左右，各位朋友，大家晚安啊！刚洗过澡，好，刚跟彤彤洗过澡，带过她洗澡，然后现在准备换我老婆洗，她正在帮我打字，她正在打礼拜三跟礼拜五有字幕的影片的字，不要跑，不要跑。然后我先带小朋友去刷牙，妈妈等一下换你洗哦。她没有，她很认真在打，她要有一个段落，她要打一个段落。才能够存档。我先拿彤彤的牙刷，在这里等一下。橘子口味的，还有唐老鸭漱口杯，漱口杯。牙刷，哇！牙刷刷脸被冲到认真刷哦，认真刷。有很多小朋友也会看彤彤示范正确的刷牙，知道吗？中班的啦。有可能呢，小朋友比你小的，他们就会看说怎么样是好的。我看看，你可以当个好榜样，因为你现在大班了，慢慢的也变成哥哥了。他要小学。对啊。上面、下面、里面、外面，每一颗牙齿的缝隙都要顾到。有这样子的一吗？一的前面哦，有吗？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会自己刷的？我都忘了，不知不觉你自己也忘了哈。再倒一杯水，再漱一次，可以了吗？我看一下，嘴巴还有泡泡。你先用毛巾擦。用沾一点水洗一下嘴巴。来洗一下嘴巴，我去帮你放漱口杯。帮孩子再稍微多冲一下水。然后，你现在就要定吗？先收书包，擦完药吗？你现在就要定闹钟了吗？对，这样没有开，要按 A 的那个按钮。我是问你，如果以后要7:10起床的话，按住这个上面，它就会闪。你现在先不要啦，有没有？你再按一次，它就会恢复。闪的时候就可以调整。这里也会闪。对，这样，这边这个字飘出来就是闹钟开启，一个就好，要不然会变成报时。你要开启闹钟吗？明天的闹钟。要说这个要怎么归零？这样子就开闹钟啊，我是说这个要怎么归零？归零，你想要7点起床吗？现在先不要改啊，我们现在调好了，现在7:15我是说如果以后要啊，的一样话，啊，按这个，按住它在闪动的时候，我是说15这个，然后按这个就切换我是嘛，说15这个呀。按这个按钮就会切换成15的，换它在闪，有没有？按次就不闪了，现在有定好了吗？有，你拿去放好，然后收书包选故事，我去拿药帮你擦，看一下。对，念完故事就要睡觉了。已经快好了，彤彤已经快好了。我已经不晓得是擦第几天的药了，第4天还是第5天，还是1个礼拜了？有那么久吗？没有1个礼拜吧。我是没有每次都拍啦，但是应该有个4、5天了，擦了4、5次了。在今天，我觉得已经有开始在结痂了，已经快好了，感觉哈，已经没有感觉了，不痛，完全没感觉了。不痛先擦吗？药，先擦药。啊，你坐着。药嘞？放好了。
好了，不要倒，不要调皮了，快过来。我看一下手过来，你坐那么里面。来，过来了。看一下你的伤口。嗯。看一下，再等下面看一下，不要紧。我已经好了差不多了，可是很明显的是一个烫伤的痕迹耶，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留疤，还是会完全好耶。很明显烫伤之后就是会这样子，就是会有一个那个凸起的感觉。看我自己看。自己看。你有发现吗？感觉真的是烫伤啊。烫伤就是好了就会有一个凸起的疤，我希望你能够消掉，你这么小就留一个疤在这里的话。我们认真擦药来。虽然你是男生有疤是稍微还好，可是你还那么小。我放在我这上面，希望是能完全好。好是一定会好了，只是那会不会有疤？希望是不会有疤。你不要去抠它。会痛吗？已经完全不痛。好，我们选故事吧。感觉好痒哦。好痒，捶一捶。你吃完后我捶。咚咚咚响。我要换电池，你要帮我换吗？在念故事书要吗？要。好，那你陪我来，你去帮我拿两个黄色的电池。好，黄色呢？对。黄色的电量是1000还是几？黄色的是1000。白色的是2000多吧，2650还2750？还有2450。我的键盘快没电了，它一直跳出来警告。这个是 Mac 的键盘，无线的键盘。好，这个放给你装上。这两个也是1000电，蓝电是1000，然后你不要搞混了，我刚好一次都给你了。白色的，我看你装好了。白色是1250的，然后黄色的是。这个就是、那个、都没电了哈，都没格了。它等一下才会出现。你刚拿的是满格的吗？对，满格的。我有看。好。你会装吗？你上次不是说你很想装？要看一下。块因为它这个是要用1块钱转开的。看它的符号，都对吗？我检查一下，屁股是圆的，平的，屁股是平的进去哈。我都有对。好，那就等吧。可以，我就是上次看你很有兴趣，我才让你换的，要不然我就自己换掉了。要往哪里转？往前。对，我帮你扶在这边。这一块好难用哦。要有耐心，慢慢转，它会转到一个角度是刚好可以卡进去的。你1000都还没有转。这样会很难。我先帮你转到它固定住。好了，你要稍微用一点力气压进去。如果你只是轻轻转，它就在原地转而已。有紧了吗？还是没。超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试试看。感觉好像转不动，也不能转太过头。可以了。转太紧到时候下次要打开就很难打开。你去跟妈妈说洗澡了，我们去念故事。妈妈洗澡了。好了，妈妈听到了。妈妈点头了。好，我们去念故事吧。想念什么故事今天？不是有这个吗？爸爸那个，这本你还没看过啊？这图书馆新，这好像是新书哎。我以后要成为像爸爸那样的人，要吗？选一个舒服的位置。我这个等一下我拿起来。好了，这个你压住了。哎，行。好，那我就拍到这边了，我要准备念故事给彤彤听了。
大家晚安喽，拜拜，拜拜，希望大家都健康、平安、快乐，祝福大家，拜拜。我以后要成为像爸爸那样的人，这是浣熊爸爸跟浣熊小孩。哎，我们是浣熊班哎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